我是刚刚那个喝的那2013年4月9号，东安红灯站16:16左右，是214花园方向向北京的树林的第二三列百姓，有安排的很近啊。134至树林高的交化东西，南湾健康新左营的新能机车。今天17号，今天豆藤啊，绿色带新能机车，你好。是344开往新庄牙新左营，跟你一起在双安站集合。2030号电台跨组选区号是16:17，经由花东线、南回线开往新左营。434请至前方列车。本次列车为行至前方站之行，不发售座位车票。飞驰今日434车次通票旅客，请乘车。你也需要调整重新补票，并加收车票价。三次之后再送上来，四点拜拜。那个再见。